打开迪士尼造型福袋，里面除了各式饼干、饮料、联名商品，最大亮点是抽奖券。因为超商业者今年寄出的大奖超诱人，价值399元的玛莎拉蒂跑旅限量只有2台，如果你买价位越高的福袋，中奖几率就越高。 买1699元或1296元的福袋，能有6次抽奖机会。如果买最便宜的福袋，只能抽奖一次。如果把5种金额的福袋抽奖券加总，等于单张抽中名车的几率约120万分之二。同样头奖约300万元，300块一张的刮刮乐中头奖几率只有120万分之一。当然是最想要抽玛莎拉蒂啦，偏财运比较没有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卡通。 然后喜欢的样子就买，算是等于是买他周边的商品。抽到那个机票，自己本身有偏财运。好像没有，所以但是我觉得可以试看看这个机会。对整体来讲，我们看好了整体在这个年节买气的这个需求，我们认为呢整体的需求是向上成长的。超商龙头今年携手8大肖像，还有总计53款全新福袋，都比2023年扩增近1倍。 全家今年福袋头奖也将送出5部宾士车款，还有100000旅游金，莱尔富限量15万个龙年福袋，大奖包含黄金，还有 iPhone 15。OK 超商头奖则推1.5克拉钻戒。大众购买其实也会看到所谓的包装设计啊，如果说里面的东西也具有特殊性的话呢，也会留下比较好的印象。那当然以各品牌来讲，投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资源啊，去做 IP 授权的合作，它其实也评估到它的一个回本的机会。无论民众或公司团体，过年都爱买福袋，碰碰运气。超商业者各自出招，刺激买气。财经新闻林淑贤、伊丽婷台北报道。